中国我所采取方。毛泽东时，如果你去延安参观毛泽东居住过的窑洞，你会发现在那里看不到曾经的豫剧人江青的影子，哪怕一张照片，只有一匹名叫小青的猛马，毛希尔的坐骑立在那，安上了玻璃眼具，腹中射满填充物，制成了标本，落得与毛一样的下场。与毛有着深厚而特殊的情谊。毛泽东本名毛泽东，出生于寒冬腊月，是否为1893年12月26日，不得而知。只因那时还是大清皇帝在位的时代，湖南乡下尚未实行公元纪年，父母皆为文盲，即便当失守先生代为其名。毛泽东之运之造反谋逆之心昭然若揭，却非不想保住老代小名。毛泽东混名东东，石牙子，从小便是一头犟牛小魔王，顶撞成性。算命的说他命太硬，曾被启蒙送到庙里做了几天小和尚，要杀杀他的戾气。有一次为了母亲，把父亲打倒在地，两地一枚在旁呼应，直到有一天豫剧北京城万岁升起，把中国搞得天翻地覆，生灵涂炭，没有一日安宁。